和迷你卡车学习。嗨，伊森，你好呀！哟哟呼！你穿成海盗的样子真有意思呀！伊森，等等，这是什么呀？哇哦，是一张藏宝图。我们坐海盗船去看看地图会带我们去哪儿吧。地图会带我们去找宝藏，我们去看看宝藏在哪里吧。啊哈！啊哈！这个地方有一个宝藏，走吧。伊森，太可惜了，不是这个石头。再试试别的石头吧。啊，哼。这个地方有一个 X 的标记，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吧。一个海星，我们再找找还有什么。哇哦，太激动了，有一个藏宝箱。哟呼！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三只鸟，蓝色、红色、绿色。哟呼！太有趣了。呀呼！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和迷你卡车学习。嗨，伊森，你好呀。伊森，你想去马戏团吗？太好了。哦。有只猴子走丢了，你愿意帮忙把它找回来吗？太棒了，那我们出发吧。也许猴子躲在这棵树上呢。这不是猴子，是小鸟，它可能在帐篷里。啊，哦，太可惜了，他不在这儿。啊，我们继续找找看。啊哈，
也许这是猴子的尾巴。原来这是狮子的尾巴。河马、熊、猴子会在哪里呢？伊森，不要轻易放弃呀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它的。它在这儿，帐篷顶上。呀呼！呼呼！伊森，真棒呀！哟呼！呀呼！你找到猴子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